待会要来看这位大明星，请问他是谁？哎，奇怪，我记得在这个位置好像今天都比较早到，但是怎么就听到这里的声音呢？这让主持人 Taco 姐姐听到，请问你们今天要欢迎这位大明星，今天来到这里是谁的见面会？请问他是谁？没错，是 Hello Kitty， 待会呢就会来到我们环球新北中的与大家见面了。想问一下各位，有没有人好喜欢好Hello Kitty 的？有的请挥手说有。哪边很喜欢好Hello Kitty 请挥手说有。哇，这么多人都好喜欢好Hello Kitty， 所以在这呢主持人 Taco 姐姐有帮大家争取到礼物，有没有人很想要？这是好Hello Kitty 的造型菜瓜布，大家都很想要。那我要来先问第一个问题咯，请问今天我们要来这里来看这一位三丽鸥的大明星，请问他是谁？是谁的见面会？知道的一二三挥手，一二三，他是谁？我要听到，请问他是谁？今天呢大家是要来参加 Hello Kitty 的见面会。好，接下来大家要知道呢 Hello Kitty 的见面会呢要邀请他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，各位，但是你们在今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，然后同时呢来到这个周年庆这个位置能够邀请到 Hello Kitty， 请问是在哪里举办的？知道的请举手，大声说是哪里？哪里？可能选择是哪边？好像呢，很多的朋友都好喜欢 Hello Kitty， 对不对呀？这么喜欢，那再来，我要继续送了，一样是 Hello Kitty 的菜瓜布了。好，那你们对 Hello Kitty 这么喜欢，应该对他也很了解才对哦。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生日，那么喜欢 Hello Kitty， 你们要知道他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有人知道吗？有人说是今天 ，No， 不是今天，让大家来选择好了。请问呢是10月10号还是11月1号 ？Hello Kitty 的出生是在几月几号？他的生日几月几号？准备了，知道了，大声说是几月几号？几号？好像有人知道。好了，那后方的来了，好了，给你这位美女，请问是10月10号还是11月1号？恭喜答对，是11月1号。他呢是11月1号出生，但是今天呢10月10号他来到了环球新北中的与大家见面。好的，那大家知道他的生日以后，请问你们对 Hello Kitty 都很认识很了解吗？有了解的举手。哎，这边很了解。好，那我待会多看这边，这边都不了解。好，不了解我可以告诉你们。好，请放下来。 Hello Kitty 呢是11月1号的生日，那他有一位双胞胎的妹妹哦，这位妹妹呢跟她一样都会戴上蝴蝶结。我不是她妹妹，虽然我戴粉红色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咯， Hello Kitty 她的蝴蝶结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然后她的妹妹呢，她是会戴上什么颜色知道吗？黄色。那么好厉害哦。那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，请问Hello Kitty 她的双胞胎妹妹，她的名字有人知道是谁吗？这边举很快耶。好，请问名字是咪咪。对，叫做咪咪快，很棒。她刚刚很快就知道答案了，因为咪咪呢就是她的双胞胎的妹妹，然后戴着是什么颜色的蝴蝶结？黄色。你们真的很认识他，非常了解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他有双胞胎的妹妹叫做咪咪以后呢，接着我们要来知道了，他最喜欢吃什么？有人知道他最喜欢吃什么吗？有人知道？
有人好像有知道叫做苹果，但是是三个字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不是红苹果，也不是苹果，但是有一点点接近了。那我再来提示一下好了，他很喜欢吃的这个点心食物是由他妈妈做成的，他妈妈很会来做食物哦。好了，听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Kitty 的见面会，那你们知道在二楼有 Hello Kitty 的展，这个展的时间是从10月5号到11月28号，大家都记得吗？记得了。好，那我要来问喽，请问 Hello Kitty 的展在二楼，从10月5号会到几月几号？几号？好，问一下后方的，后方的。好，我先问一下后方的爸爸。到几号？恭喜答对，到11月28，帮我查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要送出最后一个喽，请问有人知道我们呢在 Hello Kitty 的游乐园在顶楼会到10月1号，从到11月几号呢？知道？1、2、3。我们现在最期待的时间，你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这位大明星，请问他是谁？现在来，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爱的 Hello Kitty 也来到了现场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也请我们小朋友，请我们 Hello Kitty 度过一下，我们掌声来欢迎 Hello Kitty。哇，非常可爱的 Hello Kitty 今天来到环球新北撞钟，非常开心与大家见面。那大家呢，请将你的手机相机准备好了。Hello Kitty， 我们准备好要让大家来拍照，有3张照片，所以有3个 pose 要送给大家。各位的手机相机准备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请好可爱卡哇伊的 Hello Kitty 帮我摆出第一个 pose， 第一张。哇，好可爱，在跟大家打招呼的样子，第一个 pose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一定要拍，第二拍，看着我们天空，看着大家。第三张，准备好各位的手机相机，第三张。哇，好开心看到大家，有这么多人一起来看到 Hello Kitty。好了，那今天 Hello Kitty 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，所以他决定啊，要跟大家来大合照一张。帮我往中间移动，然后呢 ，Hello Kitty 呢也要跟